娘舅母不参你参参阿伯啊那得空欢花多起带包对得起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弟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虽然无人陪阮安排将来代志阮想要来去倒一坐着女工多日子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希望请照问路边未婚阿姐啊咱在讲对面那间工厂是不是那个是美艳人我想要带去我看你永远不是天空的距离虽然无人陪咱安排将来代志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打算卡卡你青春是不通耽误人生的滋味请要照问问头的办公阿伯啊咱地讲一间工厂有买菜的人阮虽然也少年拢不知半项当前我对头起诉你我无希望家事少只要忍耐三冬五冬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会轻松